何首乌的功效与作用。何首乌又名多花蓼、紫乌藤、夜交藤等，为多年生藤本植物，是一味常见的中药材。其块根肥厚，长椭圆形，黑褐色，产于我国陕西南部、甘肃南部、华东、华中、华南、四川、云南及贵州等地。何首乌中淀粉含量较高，还富含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 等元素，具有滋阴补血、强健筋骨、清热解毒、润肠通便的功效。与食物一起炖煮，食用后可以起到补肝肾、强筋骨、益精血的作用，还可以滋补身体、养肝护肝，促进头发生长。